金团长，肯定要请假要出远门。哦，说起来我也该兑现诺言，给可莉炸鱼了。起伏哼歌，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事哦。明明存在着未知与危险，却因为神秘而显得美丽。要带蹦蹦炸弹、嘟嘟壳，还有我自己。走喽！红色女孩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胆敢面对我，勇气可嘉，虽然值得敬佩，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持有者逝去之后，神之眼也会失去光芒。为了发掘强者，也是为了让神之眼重焕光芒，我就举办了南十字武斗会。你的半决赛对手名不见经传，却是一匹黑马。那颗神之眼居然不见了。每逢风暴降临的时候，自然的声音就会变得嘈杂，风快要来了。云影，夜明，如果当初七神心中各有标尺，将神之眼赐予众生，那如今的雷之神是对这个行为产生了怀疑吗？总有一天我也要从他那里获得永恒的答案。前往道基的海路很不好走，风雨无时无刻不在咆哮，在无尽雷暴的前方，可能是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途。